大家好，我们经过漫长的一个安检，终于快到了我们的登机口。那我们要去哪里呢？那个是个好问题。哪里呢？这一次我们要去日本。耶耶，跟你去玩。跟你去玩，我们要去日本过年，就1月1号我们跨年。所以要去日本，我们在亚洲住6年，但是我们都住在中国，然后从来没有去过日本，就是特别了解日本的文化。我们这次我们重要目的是要感受一下日本文化。前面是大殿，看一下，好啦，哇，这是和中国风格的那些庙地很像，因为这边也是佛，然后日本的佛也是从中国传过来的吧？对。Greece and China. China, Greece. 恭喜发财！请等一下。好的，请等一下。哇塞，我感觉好幸福啊！潜めて横たわる池のほとり寄り添うように丸めた体ふ
日本，打卡的地方也是喝咖啡，比如说猫咖啡。那我们今天打卡到了什么？什么咖啡呢？就是小猪咖啡。今天早上到了 Disneyland， 我之前都没有去过，但是我们看了，我们小时候看了好多好多 Disney 的电影，所以我们也现在非常期待，一直在听非常熟悉的一些音乐。中で息を潜めて横たわる池のほとり寄り添うように丸めた体二つ宇宙が星を作ったように。OK， 我们现在终于从那个门口出来了，就是那个门口，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东西，然后现在就是我们继续玩去啦。问题就是第一比较冷，然后第二要排队很长时间，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想做，不想做就是想找吃的，然后就看看拍照。对，唯一不需要排队的地方就是商店买东西，所以呢，我们也只能唯一能做的就是买东西。OK， 这一天就结束了，我们也离开 Disneyland。我们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十字路口，然后这里人的人量非常多，就是有好几条路，人山人海，人山人海。I wanna go where you go, blowing your smoke out the window, float away. Back to those Tokyo nights, you keep me up wide awake. We fall asleep on the floor, and oh, she sent champagne.